Hello，大家好。Hello，这是卡丽娜。我觉得我老了。大家不会关注你已经结婚的。今天是四月十号，我们隔离的第15天了，因为我们现在在等核酸检测结果，我们就可以回去了。现在是下午5点，然后天气31度，我们硬生生的从冬天。但是我的衣服都是冬天的衣服，因为你放心。很厚，不过没关系，马上就要回到我的家里了。我们今天和妈妈聊天了，然后的状态今天特别不好，特别难过，因为我们要走。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她，但是我已经委托我的朋友啊，还有很多人来帮助她。妈妈现在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她太失落了，她没有办法拍视频，她想对大家说，今天没有办法和大家见面，但是我们中午也拍了一下她和我们聊天的视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妈妈，我们无所谓，因为妈妈确实需要很多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我们就我的家里见。又这个熟悉的，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妈妈现在很失落。Потом пишу, завтра мы купим что? Завтра купим что? Нужно.这个窗户还没擦，一直说擦。没事。不要跟着我说我家乡话。大家应该会发现这儿有一些数字，14、14+14。不，你说4、4、4，10、10。14、14、14、14、14、14。你们懂的。我喜欢用洒水，因为洗车。洒水车啊。为了不让灰尘太多。先去那个阳光沙滩比基尼。这个我同意。沙滩。妈妈不知道在做什么。啊？妈妈在做什么？她没有太阳。应该有。早上。啊，早上有，下午没有。下午没有，所以我喜欢看日落。我想开车。你想开车？开那个摩托车。我都告诉大家了，等我给你买一个那个电瓶车，可以到地里一日游。地里，对，地里，想买衣服，想开车，想去看看你的朋友们。可以。发烧，等拍照片。等我们隔离完了之后，疫情好一些就可以去了。希望疫情快点结束。对，疫情快点结束。说曹操，曹操到。说曹操，曹操到。What it means? First of all, speak of the dead and he don't sit here. Literal meaning, speak of Cao Cao and Cao Cao arrives. Who was Cao Cao? 像那个扣扣。Cao Cao was a prominent Chinese warlord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This story is a 成语说曹操，曹操到。Comes from the book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国演义，written by 罗贯中。罗贯中，还有图片。The Han Dynasty Emperor 汉献帝。对。因为这儿有英语，也有图片。
was under attack by two generals, 李傕 and 伯色。Someone in the emperor's circle of advisors recommended that they shouldn't enlist the help of Cao Cao. 你不知道说这么。亲爱的，我好羡慕你的俄语说的那么棒。俄语，这不是俄语。不，我好羡慕外语说的那么棒。Then the Ukrainian come on。刚刚我说俄语，然后乌克兰语。好羡慕。Я хочу спілкуватися українською, я можу говорити по-русски, 我会说中国 ，I can speak English， 还有一点点德语，但是德语我。不要这么说，因为太难了，你学不会而已。我的脑子已经有四门语言，还需要学习德语。德语的语法非常难。Entschuldigung, noch einmal bitte。不好意思，大家德语应该很差，是吗？没事，反正我也听不懂。可以随便说。你等一下，不要打扰我。嗯哼，好的，你忙。哎呀，小子，终于叫我套旁边。对对对。我可以当服务员。啊，你要服务员吗？他当服务员，我当厨师。